快点拿鞋子出门。你要申请，看着我干什么？快点！哎，你刚刚你干嘛？又当面想说这个？又爱你又 hard。No, take this one. It's really hard today. Don't take that. Daddy, Annie, this is for winter, okay? For winter? Yeah, this. 他怪不得刚看着你呢，他就是想拿靴子穿，然后怕你说他。走走走走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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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吓唬他嘛，他都走了走了走了，我不等你了。我们现在一家人呢去 Costco 准备办两件事情，一件呢是帮我们家那个白色的那个 Toyota 呢换轮胎，今天先去预约，因为好像说是这个月可以减150块钱吧。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去采购一点零食，因为给安妮上学用。要不家门关了吗？关了。哦，那就好。我好像有一点，每次一出门我就觉得我自己门关了没有，每一天都要去问。哎，我们刚在 Costco 那个加油站加了多少钱？不知道呀。不知道。我们现在先去问轮胎的事吗？买完出来再问呗，你不着急。好。等一下。这个圣诞节的东西都出来了。哎，Annie，我们今天要买什么？给Annie买点零食咯，再拿一盒鸡蛋，一箱牛奶。做咖啡也快没了。一包培根。咖啡也快没了。咖啡今这个月不减价了。那都是撑不了这个月了。看到玩具就走不动了。进来一包薯条，弟弟。又拿薯条？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不是。你看，又吃薯条，你体重能降下来吗？我们刚又拿了一把雨伞。有时候上学的时候，我们家有很多伞都坏掉了。太小了，这把大一点。Don't touch, please. 买盒这个虾吧，挺大只的。这个是大盒一点、啊。这个4磅，20块钱。再来一盒。这个猪扒才1.89块一磅。觉得香蕉是最便宜的水果了，1.29块。啊，买买买买买买。这是 I don't like banana, daddy. Don't get me, don't get me, daddy. 我现在也买。等一下。为什么要等一下？我们先找一下。买一盒给 Annie 有时候带饭。对，我们已经买了这么多了。看过我们以前的视频肯定会发现我们最近就是来 Costco 的次数也少了，然后买的东西都没有以前多了。主要是我们家现在三个孩子都要去上学了，压力确实挺大的。两包都买，这样够把月了。那随便你啦，你喜欢这个你可以送我，这三文鱼的吗？啊，这其中你可能不吃，是吧？天哪，买这么多速冻东西，放得下吗？冰箱？哦，对哦。把它拆开了，可能可以放。没事，你喜欢就好，我会想办法放的。再拿一盒过来。一下子又买了这么多了。又买一盒了。再来瓶蜂蜜。香鸡汤，面要不要？鸡蛋别压坏了。看我们看看给安妮要带点什么。
我真的没想到就这点东西都要300美金，真的好像看去都是买的一些不算贵的东西，肉啊什么都没有买，我们爱吃的牛排也没有买，593.35块。哎呦，老公，这样子算下，我们都要1000块钱了，加上超市消费的，差不多。最近我老公晚上呢又做了一份兼职来贴补家用。干嘛？这次轮胎呢是减了150，然后呢算上人工费加上税收，差不多就是600块钱，加上我们刚刚超市买的这一箱东西，300块，900块，我们刚还加了一下油，啊，差不多1000块钱了，真的钱太不经花了现在。我们呢现在到家了，然后我快速的把东西收拾了一下，那个弟弟在现在车上睡着了，我老公在车上陪他，我等会把这个须须处理一下，下场抽一下。哇，很漂亮耶，这么大个。我们家现在3个小孩上学，再加上上兴趣班，感觉经济压力明显比以前大很多。今天这个虾挺新鲜的，我就白灼算了，切几片姜下去。都没什么菜了，因为周末了，把剩的这个半个瓜吃掉，然后还剩了一点鸡肉，然后今天晚上的肉就不烧了。今天这个菜呢就是把很多剩余的菜都炒在一起了，然后这边一个丝瓜汤就婆婆自己种的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开饭了。好了，吃饭了。这里哎，坐过去点。先吃饭，先吃饭。好，等一下。我好看，但我不好看。今天晚餐也是好简单的。哦，别弄，你不会。这个丝瓜汤就满满一锅。这个天吃点丝瓜清凉。好了，我们开饭了。今天视频先到这样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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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